财经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少豪，台湾现周三在阴雨绵绵的寒冬台北，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市场持续的打横，而且士气如虹，屡创新高。有一只股票，我们是科技股的代表性，就是 Apple， 第二次今年六月份以后，十二月份进入3兆 $3 trillion club， 而且可喜可贺，动力十足，因而整个科技业 NASDAQ 非常的振奋，持续的有动力往上。愿你能够保持你投资的脚步，持续进入2024年。如果我就来跟你谈谈有个 Apple Computer 到底有什么底气，今年六月份现在第二次进入 $3 trillion 的 club， 这是第二次全球最有钱最赚钱的企业体，3兆 market cap。 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 Apple 重新站在 $3 trillion 的club 上面。第一个观察，主要的原因就是它里面的 software service fee revenue 扩大，估计11% 扩大，而且持续的在软体服务业的 revenue 持续的前景乐观。第二个观察，除了全球 revenue 在 software 上面扩大，重中之重是其中的8% 来自中国大陆。解封之后，中美关系拜登跟习近平见面之后，持续冲突降温，因而其中有8% 的 service revenue 来自中国，因而 Apple 这个持续的降低对中国市场的盈利，股票就持续回升。第三个观察，Apple 是整个我们 NASDAQ 的翘楚，一方的纪念，当 Apple 重新站在 $3 trillion 上面，对于科技股，无论是半导体，无论是软体，无论是 chip， 都一样注意良多，所以持续的帮助 Apple 的股票，也帮助 NASDAQ 的所有的科技股，可喜和智慧人的话语，那就是凡接受耶稣基督的，上帝天父就赐给他们权柄，作为上帝的儿女。愿你在过节即将进入 Christmas 的季节当中，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平安，一起享受天父上帝的祝福。台湾县城少豪周三在台北阴雨绵绵的圆山大饭店前面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我们下次见。